这样去走，甘如雨啦，耶、yeah。嗯，待会说到了，到底哪？难等你，难等你。我刘海飞的。耶！我跟你讲，你觉得，哇，哦，超热，干，真的很热，你可以跟大家讲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蠢事。我跟你讲，抱着刚刚那个买东西的那个奇葩人，那个奇葩人的，我刚刚就，因为我刚刚要，我又没有票买票，然后呢，我就要去买票，然后结果那个姐姐，那一脸凶呀，她讲讲，没有不能凶，我不能觉得是拽，她在拽啥？啊、然后呢？这也是我们现在要干嘛呢？现在甘如雨要去领，因为我以为就是你可以直接拿那个领货的，跟他讲说哦，我是这个号码，然后直接给你。没有，你要先去 Seven 了解。然后我们刚刚从很热的地方走走走一走，都哇，凉凉地方可以看展览喽。我们现在又要走回去，就是走回我们到大捷运的地方。笑妈的！哎，是不是你抽到尼玛克总？哎，这里不是在这里，莫名很紧张，因为我完全是盲抽。啊、你要小小力的。你知道是谁吗？重点知道谁？该是尼玛克吧？你慢慢翻一点。是谁？不行、啊，中间过程是不能录影及拍摄、啊，那就直接跳到能拍摄的地方吧。甘如雨这里的白眼，我可以笑一辈子。我快被这段笑死，我们两个都在想七分之二的几率，不可能抽不到李马克吧，结果一翻开来两个都傻眼互看对方，可惜没录到甘的表情。离开展场以后，我们两个跑去吃牛肉面，那个真的是既好吃，尤其是那个金饼，现在想想我还能吃一堆。